不凉吗？真的呀，是的。哎，姐姐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如果说遇到绿茶了该怎么办呀？那我问你啊，如果你遇见绿茶跟你说，你女朋友真漂亮，不像我就不会化妆，你怎么办？嗯，我肯定会说，那你多画画不就会了吗？不对，你应该说，我女朋友天生丽质，怎么画都好看，不像你，再怎么画都丑。我跳舞停。那我再问你啊，如果你遇见绿茶跟你说，我也想找一个弟弟这样的男朋友，不像我，都没人喜欢我，那你该怎么办？我可能会说，女孩子不要自卑嘛，缘分到了自然就会出现的。不行，你应该这样说。是的，大家都不喜欢你。哦，男生有对象就要对其他女孩说不，对绿茶更要说滚。如果他跟你说，啊，先送我回家吧，你就直接叫货拉拉就好了。如果他跟你说我不舒服，然后你来照顾我吧，你直接叫120拉走。怎么了，弟弟今天遇见绿茶了？没有，是狗蛋儿，狗蛋儿是距离啊。那